我们住三间院，打了300平的盐水，我不可能打300多平的盐水。那记者，我问你，能吗？可能吗？问天下的老百姓，问所有的医生，你说能吗？你敢相信，老百姓在医院只是住了3天院，医院却让付300平盐水的钱？家属结账时看到账单，直接原地崩溃了。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他们认为医院想办法挣钱是普遍现象，可是你让付300平盐水钱，这也太离谱了，吃相实在是太难看了吧。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点个赞，我们详细聊。李女士告诉记者，她是普通人家庭，自己的哥哥不幸患上了白血病，于前段时间突然发作。一家人慌里慌张的赶紧把哥哥送到医院抢救。万幸经过3天的抢救，哥哥的病情基本稳定了。谁料就在李女士去给哥哥缴费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我们住了是3天的院，然后出院的时候结账的时候呢，结果是我们花了总共用了307平的一个盐水。李女士看到缴费清单上的内容后当场崩溃了。虽然李女士自己对药物方面并不懂，可是缴费清单上写的307平盐水她还是看得明白的。她是怎么都想不明白，只是住院3天，怎么会打了307瓶盐水？它就是用来冲马桶，3天也用不光吧？这是自己一个外行人能看懂的，那自己看不懂的又会有多少问题在里面呢？这医院的吃相也太难看了。为此，李女士直接找到医院要个说法。然而，医院的态度却让李女士大跌眼镜。等到李女士到了医院询问收费员原因时，收费员却态度恶劣，根本不搭理李女士。李女士不停地追问后，收费员却嚣张地说自己只是负责收钱，你单子上是307瓶，就要交307瓶的钱，少一分都不行。你不服气，爱上哪找上哪找。李女士吃了一肚子气后，只好去找开药的主治医师。谁料，主治医师一直说自己太忙，病人太多，没时间。最终李女士苦苦等了1天的时间，居然也没有见到主治医师，最终被助手给打发走了。之后李女士再找多次也是没有给她任何结果。李女士更加认为这就是医院的潜规则，他们故意利用患者疾病时不能仔细看账单的心理胡乱收费。这个钱早就被一些既得利益者瓜分完毕了。李女士是越想越生气，于是她选择了联系记者为她主持公道。记者则认为应该眼见为实，于是决定陪李女士去一趟医院一探究竟。谁料院方见到记者后态度居然来了个180度大反转，根本不给李女士说话的机会。负责人陈主任立马换上了一副谄媚的嘴脸，并安排工作人员立刻进行调查处理。常规我们应该是一瓶盐水是100毫升，哎，如果从危机操作的话呢，我们应该是打100毫升，键子摁错了之后呢，就变成100瓶了嘛，3瓶盐水300毫升嘛。陈主任狡辩道：“这个是肯定是那个临时工工作人员的失误，输入错了数目，这是就是一个非常小的误会而已，大家说开了就好了。”随后，副院长闻讯也急忙赶来，并当场表态。还是我们就说医生的查对制度啊没有做好啊，在这里头我们医院也是坚决做整改，因为啥呢？给患者的话就是肯定是不能造成损失，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以后引以为戒。看到副院长都说话了，并且愿意退款，李女士想着自己的钱能回来就行，至于你们让谁来背锅，也不是我一个小老百姓能够改变的。最终李女士接受了医院的处理方案。那么各位观众，你们对此是怎么看呢？你们认为这是临时工的失误吗？真相究竟是什么呢？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吧。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